宝贝儿，从今儿起咱就开始坐班车了啊、哦！妈妈相信你自己就能去，是吧？下一个。冷空气在这个冷冬的时节是更加频繁，影响我们国家北方的大风降温，南方的雨雪相伴的阴冷，使大家是全副武装在应对这个冬季的寒冷。今天白天，我们国家北方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还会出现大风降温的天气。冰点以下的晚上，它会更冷。